听讲座闲得无聊，我给网恋对象发消息，哥哥 free 我50买草莓，下次还你脖子上。下一秒，同样的消息出现在大屏幕上，而台上那位一向被誉为高岭之花的教授面色不改，从容回复，乖，我在工作，晚上再说。我人傻了。正文开始。为了凑学分，室友拉着我四处听讲座，3小时内5个教授轮番上台演讲，我默默坐在下面，屁股都要麻了。第6个教授上台时，场下忽然开始爆发惊呼，室友也激动不已。月月快看，谢教授，谢教授来了。我抬头看去，是那位学院最年轻的传奇教授谢景之。进校没多久，就凭借他那张帅得人神共愤的脸和清冷禁欲的气质，被广大女学生奉为高岭之花。此刻他只是在台上调试幻灯片，却依旧出尘的不像话。正盯着他修长干净的手流口水，我忽然注意到他腕上还系了一条红绿相间的手绳，跟我前段时间推荐给网恋对象的转运绳一模一样。一想到网恋对象，我脑子里瞬间浮现出他昨天晚上主动发给我的腹肌照，轮廓清晰又色气满满，令人生出许多奇念。我忍不住翻开聊天框，和他的上一条消息还停留他说要去打工了，那他这会儿应该正在上班。我顿时恶向胆边生，想要捉弄他一番，迅速编辑消息，哥哥 free 我50买草莓，下次还你脖子上。发送成功的下一秒，大礼堂忽然哄闹一片，气势之大比刚刚谢景之上台更甚。室友拼命掐我，天哪，月月你快看，那是谢教授的女朋友吗？啊啊啊！我懵逼的抬头，却看见大屏幕上出现了和我刚刚发的一模一样的消息，而正在微信中翻找原版 PPT 文件的谢景之垂眸，淡定从容地关掉了聊天框，拿出手机敲了几下，紧接着我就收到了网恋对象的回复，乖，我在工作，晚上再说。我人傻了，大礼堂内的哄闹还在继续，你刚刚看见了吗？谢老师给他女朋友的备注是乖乖，感觉好宠，岂止他女朋友还是他的唯一置顶，别说了求你，没什么比谢老师有女朋友了更让我心碎。呜呜，每天对着这么一张脸，他女朋友过的都是什么好日子啊。室友后知后觉地转过头，对了，月月，我刚看到谢老师女朋友头像跟你一样，哎，好巧哦。我干笑两声，是吗？哈哈，我没注意。室友对我的无动于衷很失望，又转头拉着别人讨论起来，而我看着讲台上的谢景之，心跳一点点加快，相同的转运绳，相同的头像，相同的消息，一切的一切都明明白白地说着谢景之就是我的网恋对象，可这反差也太大了吧。我又不自觉回想起那几张露骨的腹肌照，再看着面前衣着斯文谈吐优雅的男人，突然就红了脸。谢景之他私下居然是那样的吗？后半场讲座我已经神游天外，只看着谢景之的嘴一张一合，满脑子都是那些图片。讲座结束后，谢景之离开得很匆忙，离开时我听到前排几个女生的议论，你刚刚听到了吗？谢老师好像是要急着回去找女朋友呢，心好像忽然漏跳了一拍。回寝室的路上，我就收到了谢景之的轰炸，怎么了乖乖，怎么不回我？我工作结束了，要继续刚刚的话题吗？宝宝在干嘛呢？怎么掉了我就玩消失？刚刚太急忘记给你50买草莓了，转账50000元，怎么还不理我？我看着一条又一条的消息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感觉很难把谢景之的脸带入到这些话里，同时又觉得有点羞耻，不知如何回复。正犹犹豫豫，收到了隔壁学姐的传话，婉月，徐老师说他电脑又坏了，叫你去看看。徐老师是我的导师，自从我上次顺手帮他修复了电脑卡顿后，他就总爱使唤我帮他修电脑，我不敢怠慢，马不停蹄的去了。到办公室后才发现谢景之也在这里，他坐在对面的一张办公桌上，安静低头捧着手机，看上去心情不太好。我不敢多看，努力目不斜视的去帮徐老师修电脑，处理好后，徐老师眼睛笑成一条缝，我就知道小江最会这个了。对了，刚刚谢老师还说他微信收不到消息了，你也去帮谢老师看看。他指了指谢景之，我愣了一下，几乎是瞬间意识到谢景之的微信为什么收不到消息，这是可以修的吗？但在徐老师笑眯眯的眼神里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，刻意压粗嗓音，谢老师，徐老师说您微信好像坏掉了。谢景之显然是出神了，他被我吓了一下，而后立即下意识侧身和我拉开距离。没有，他私下一向客气疏离，此时却正合我意，刚想转身就跑，谢景之的视线却忽然定格在我手上。我手上拿着手机，屏幕亮着，露出一张小狗照片做的屏保。我瞬间想起来，我曾经给我的网恋对象发过很多张我家小狗的照片，并且选出我最喜欢的一张做了屏保。察觉到谢景之越来越灼热的视线，我赶紧将手机揣进兜里。谢老师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谢景之却忽然开口，等一下。他伸手拦住我去路，我能看看你的手机屏保吗？
我瞬间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他该不会是认出来了吧？下意识挡住装着手机的口袋，说话也结巴起来。可能不太方便。谢景之微微蹙眉，怎么了？我口不择言，因为我的屏保很隐私。谢景之思索了片刻，脸上露出歉意的表情。抱歉，我无意冒犯，只是刚刚看到屏保上的小狗很像以前救过我的一只，所以非常想确认一下，如不方便你可以挡住隐私的部位。我被他说的一愣一愣，我家狗什么时候还救过他？但在谢景之那样真切希望找到恩狗的眼神下，我鬼使神差拿出手机给他看了，只凑近看了一眼，他眸中神色已然变换，再看我时眼神里多了份探究和期待。他轻轻开口，这是你家的小狗吗？我瞬间就把手机给抽了回来，大意了，什么救命恩狗啊，他分明就是在试探我。不，当然不是。我疯狂摇头，大脑飞速运转，这是我姐姐家的狗。谢景之歪头，有些不解，你姐姐？我点头如捣蒜，手里不动声色拿出手机登上小号，翻出之前用大号给小号发各种垃圾信息的聊天记录。对呀，你看，这就是我姐姐当时发给我的图片。我指着当时反复修图时发给小号做对比的小狗照片，心里无比庆幸自己有把小号当垃圾桶的习惯。谢景之凑过来一看，眼睛瞬间亮了，他指了指我的大号头像，这是你姐姐？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连忙又撇清关系，但是其实我们不是特别熟。谢景之却激动的要跟我握手，同学，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，回头我可能需要你帮些忙。其实我真不想给谢景之留联系方式，可谢景之说那话的时候，余光还瞟了一眼不远处的徐老师，徐老师手里有我的大号，如果谢景之去跟别人要我的联系方式，我就直接露馅了，所以我当即就用小号加了他的好友，还冲他笑得热情洋溢，当然没问题了，谢老师。转身的一瞬间脸就垮下来了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，呜。虽然谢景之作为我的网恋对象对我几乎百依百顺，可那是因为他喜欢网上的我，如果他知道我现实里是他的学生，他还主动给我发过那种露骨的照片，说过那些肉麻的情话，凭他的性格一定会羞愤欲死吧，到时候我不仅会被分手，在学校里说不定还会被他穿小鞋，最好的办法或许只有我先不动声色地跟他分手，虽然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走在路上，我又收到了谢景之的轰炸，乖乖，我刚刚发现我有个学生是你的妹妹，是不是很巧，他还用你家小狗照片当屏保，一定跟你关系很好吧，你不要误会哦，乖乖，我是碰巧看到的，不是故意调查你，为什么还是不理我呀？转账20000，看着他一条又一条的消息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心一狠，干脆开启了免打扰模式。回到寝室后，我简单收拾了一番，登上小号才发现谢景之也给我的小号发了消息，江婉约同学，请问你现在能联系上你的姐姐吗？我特地隔了一会儿才回他，不能哎，谢老师。原以为这样他就能消停点，结果下一秒我直接瞳孔地震，谢景之决绝地给我的大号发来两条消息，乖乖，你是不是出事了？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去报警。我虎躯一震，啥玩意，报警？那我可就真完蛋了。谢景之这是什么脑回路？我赶紧刷刷打字，哥哥我在，我下午不小心睡着了。谢景之顿时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宝宝，你还没吃饭是吗？快把转账收了去吃饭。景浩摸头，景浩，你今天一直不回我的时候，我感觉心里好慌。乖乖，你不会不要我的吧？看到这句话，我心里顿时涌上一股难言的情愫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。谢景之一直对我体贴周到，而且又肯给我花钱，又肯给我看腹肌，我就这么想着跟他分手，是不是太坏了点？可如果这么继续下去，我又能瞒得住多久？我越想越难过，鼻尖一酸，啪嗒就滚落两滴热泪。室友恰好从我身后经过，吓了一跳，月月你怎么了？我回头看他时，只觉自己眼前有些模糊，室友一把就将我搂在怀里，谁欺负你了？他一副要找人干架的样子。我忍不住抽抽噎噎的开口，小严，如果你发现你的网恋对象在现实里是跟你根本不可能的人，你会怎么办啊？他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就这点事，大不了就分手呗，一个男人而已，你长这样还愁找不到对象？他又想到什么似的，话锋一转，不过他有没有给你花过钱啊？我听说现在有的男人分手之后还要找女方把花的钱要回来，下头死了。我愣了一下，谢景之还真给我花过不少钱，虽然有的我也没收，但他应该不是那种人吧。室友察觉到我的愣神，又赶紧拍拍我的肩膀，嗨，花钱了也不怕，就是你分手别跟他闹得太僵。因为害怕谢景之报警，我不敢直接跟他断联，想到室友的话，我又不敢跟他太僵，辗转反侧之下，龇牙咧嘴给他回了句，想什么呢？他秒回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今天还想看照片吗？
感觉昨晚给你发照片你很喜欢。我瞬间脸热起来。啊，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？但现在知道昨晚看的是谢景之的身子，感觉更刺激了，但我同时也有些犹豫。不好吧，他回得理所应当，这有什么不好，我喜欢给你看。我还是有些犹豫，不知道现在还该不该看。结果十分钟后，谢景之腹肌照腹肌照腹肌照，很露骨的腹肌照。他陆陆续续发来好多张角度各异的，其中有一张他灰色卫裤的裤子边拉得很低，劲瘦的腹肌线条下人鱼线的轮廓一直往下延伸，看得我眼睛都直了。他很快问，这样可以吗？简直太可以了。可我一想到谢景之演讲时衬衫上那永远系得严严实实的扣子，就感觉自己简直是在犯罪。那可是谢景之啊。我忍痛回复，你别拍了哥哥，我不喜欢这些。他发来一个疑惑的表情，可昨晚你明明很开心。他还截图发来了我昨晚给他狂发流鼻血表情包的记录，还不停叫嚣，哥哥裤子再往下一点。哇，简直伤风败俗，有违纲常啊。我两眼一闭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变了哥哥。谢景之发了个哭哭的表情后很久没再给我发消息。我在登上小号一看，谢景之果然来这里了。江婉月同学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问问你姐姐对她男朋友的看法，你姐姐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好？为了将伪装贯彻到底，我装傻，男朋友？她有男朋友吗？谢景之斩钉截铁，当然，你去问问就知道。我忽然灵机一动，用小号给大号发消息演了一段 AAA 姐，你有男朋友了？婉月，没有。 AAA 真的吗？你别骗我哈。婉月，真没有。然后把截图发给谢景之，强调他说他没有男朋友。谢景之急眼了，怎么可能，这真是你姐？他发来我的信息主页。我，对呀，怎么了谢老师？然后他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很久以后我才在大号收到他的一条消息，乖乖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我瞬间感觉到心里一股钝痛，但很快消失不见。我努力若无其事地打字，有一点，好像是腻了，一年多了，你不腻吗？他回得很快，不，一点都不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我可以改。乖乖，你说你不会不要我的。我又开始难受了，如果要我这样再跟他耗一段时间，对他都太折磨了。感受着心里的酸涩，我干脆选择了直接迈出那一步，就算他真找我要钱，我攒攒还他就是了，当断则断，别再拖了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我一狠心拉黑了谢景之，一瞬间就觉得空落落的，可开工没有回头见，这样谢景之就永远不会知道他跟自己的学生谈过恋爱。我努力像往常一样生活，可总是在食堂被插队或是被安排繁杂工作的时候，下意识就想要跟谢景之抱怨，却发现我早已经拉黑了他。谢景之曾经试图通过我的小号帮忙牵线，但我再三表示自己被拒绝后，他也再没联系过我的小号，或许他已经接受了吧。除了从教学楼墙上贴的名师风采上看到他，我和他彻底断联。有天徐老师又叫我去修电脑，我调试时无意间听到他打电话，一向稳重的徐老师一下变了脸色。什么？在哪个医院？我现在就过去。我顺口问了句，怎么了徐老师，谁生病了吗？徐老师火急火燎地收拾东西，谢老师，谢景之你应该也认识，哎，不知道他这两天怎么搞的。我瞬间愣在那里，谢景之，谢景之进医院了。我不受控制地抓住徐老师的衣袖，神，什么？谢老师，谢老师怎么了？徐老师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，但还是解释，他前几天就开始吃不下饭，刚刚在家晕倒了。我如遭重击，他吃不下饭，不会是因为我吧？等我再想问些细节时，徐老师已经背着小挎包匆匆离去了。我如坐针毡的在徐老师办公室待着，等了快两个小时，忍不住给徐老师打了个电话，他过了很久才接，语气中有浓浓的疲惫。小江，我捧着手机，徐老师，我想问问谢老师怎么样了。察觉到关心的不妥，我赶紧补充，我有个亲戚在医院工作，或许我能帮帮忙呢。徐老师叹了口气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，谢谢小江，不过没事，这个混小子是失恋把自己搞成低血糖了，加上他本来就有胃病，得住几天院。心中的猜测在此刻得到肯定，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感受，只知道急急询问，那我能去看看谢老师吗？以前我照顾过我妈住院，我很有经验。徐老师想了想，你愿意帮忙也好，刚好我下午还有场讲座。小江，我就放心你，他是我儿子，也就比你大四五岁，你别把他当老师对待就行。我又是一愣，谢景之居然是徐老师的儿子，难怪徐老师刚刚那么着急。我第一次拒绝了室友听讲座的邀请，
按照徐老师给的地址，很快赶到了医院。徐老师和我交接之后就离开了，而我走进病房，就看见谢景之靠在床头，手上插着输液的管子，看上去苍白又脆弱，眼尾还有些红。他循着动静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很快转回去。我默默走过去，拿起一个床头柜上放的橘子给他剥，措辞许久才郑重开口：谢老师，我姐都跟我说了，她说分手只是因为不合适，不是你不好，而且她很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我将剥得干干净净的橘子递给她，她说她希望你能好好对自己。谢景之低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橘子，像是一下想到什么，他思索片刻，从果篮里拿了个草莓递给我：你也吃点。我摇摇头拒绝：谢谢，不过我不爱吃草莓。他怔了一秒，凝神抬头看我：你和你姐还挺像的，都不爱吃草莓，而且吃橘子都会剥掉橘子丝，这都是我曾跟网恋对象随口提过的个人习惯。他居然都记得。我手抖了一下：是吗？谢景之盯着我的眼睛，这么听声音也很像。我赶紧又压粗了嗓音：没有吧。谢景之坐直了身子，像是一下有了力气：别压嗓子。我压得更使劲了：我没压。谢景之深邃的眼神就那么看着我，像要把我整个人洞穿，忽然眉头末尾的问：你为什么要用你姐家的小狗当屏保？我随口瞎编：因为觉得很可爱，就用了。我胆战心惊地陪了一会儿谢景之，他总是会突然问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搞得我精神高度紧张。眼看着他吃了一些粥菜才放心离开。晚上回到学校，我接到了徐老师的电话。小老头听起来很开心：小江呀，你还真是有经验呢，那混小子一直吃不下东西，现在终于有胃口了。他说他就喜欢你陪着一起吃饭，不然就没胃口。你后面几天能不能也抽空去看看他？我向来不敢拒绝徐老师的要求，更别提这件事还是因我而起。可是谢景之为什么要跟徐老师那样说？他该不会发现什么了吧？我越想越紧张，几乎一夜无眠。第二天只能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去给谢景之送饭。他一见我就皱起眉：你怎么了？我不明所以，萌萌的抬头：啊。他伸手微凉的指腹抚上我的黑眼圈：没休息好？我吓得赶紧后退一步跟他拉开距离：挺好的呀。他默默垂眼，一边打开食盒一边小声问：我还要注意周院，你都会来的吧？我一下子站起来：徐老师不是说三天吗？谢景之抬眸抿唇看着我不说话，眼中水光盈盈。我一下就心软了：一周就一周。他这才展颜露出一个难得一见的笑容。我在旁边监督他认真吃饭，他吃着吃着视线却忽然转到了旁边的床位上，旁边一对情侣也在吃饭，男生右手打着石膏坐在病床上撒娇：我手都受伤了，你不能喂我吗？女生无奈一笑，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喂给他。谢景之的眼神牢牢锁定在女生的手上，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眼中情绪一闪而过。隔天我再去的时候，谢景之的右手就受伤了，原本修长漂亮的手缠了厚厚的一层纱布，鼓鼓的，看上去有些滑稽。我吓了一跳：怎么回事？谢景之感伤地看着自己的手：昨天你走之后，我想给自己削个苹果，结果不小心。我赶紧坐到他床边：那你这手还能行动吗？他眼睑低低垂着，像是很不好意思：我试了不太行，而且医生也让我别用右手，可是我不太会用左手，怎么办？他眼神一直往食盒上瞟，越说声音越小。我为难地挠挠头：那吃饭难道要我喂你？然后又赶紧自我否定。但是这不，他不等我自我否定结束，已然感激无比地看着我：这也太麻烦你了，真的很谢谢你，你太善良了，婉月同学。为什么我感觉他的眼神里好像有一股期待？我僵硬地打开食盒，僵硬地拿起勺子，僵硬地舀了一勺粥送到谢景之嘴边。他笑意盈盈，眼神专注地看着我，我如坐针毡地躲避他的视线。他吃得一口比一口欢快，几分钟就把一大碗粥吃完了，甚至还意犹未尽：没了吗？我如释重负地摇摇头：没了。第三天我稍微适应了一点给谢景之喂粥这个动作，只要我把它当成一颗大白菜，在谢景之能腻死人的眼神中，我坚毅地往他嘴边送了一勺。房门口忽然传来物品掉在地上的声音，循声看去，病房门口不知何时乌泱泱围了一圈人，有老师有学生，大都手里带着看望病人的礼品或花束，为首的是我的室友，此刻他正目瞪口呆地望着我，手里的果篮已经掉在地上。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人还维持着轻身给谢景之喂粥的动作，室友先反应过来，迅速带着一帮子人后退，还带上门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了，真不好意思啊。病房门关上，但显然隔音效果不佳，因为我听到了外面叽叽喳喳的议论。我的天哪，
居然有女人能进得了谢老师的身。哎，我角度太偏了，没看清他们刚刚是亲上了吗？说什么呢？他们只是在吃饭，可是我感觉他俩真的只差一点就要亲上了，而且谢老师眼神都快把那女生给吃了。他俩怎么在病房里谈恋爱？呜呜，我坐在那里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眼睁睁看着谢景之由于听到外面的议论而缓缓勾起的嘴角，脸红得快要爆炸，只能坐立难安地站起来。那个，要不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。谢景之却抓住我的手腕歪头，解释什么？我语无伦次，就我们不是。他打断我，捕风捉影而已，没必要解释。见我迟迟没应声，他又眨眨眼，还是说你很介意这个？我赶紧摇头。他松了一口气，那就没事，让他们误会去吧。我啊，谢景之意识到自己话中歧义，又连忙补充，我是说不用在意，都是误会。误会的下场就是一回寝室我就被室友严刑拷打。月月，你什么时候跟谢老师？幸好我在最前面，他们都没看清你的脸。我连连摇头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只是徐老师托我照顾他。他满脸不信，你可得了吧，当时谢老师眼珠子都粘你身上了，你敢说你们没情况？我继续摇头。他更激动了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垂涎谢老师的美色吗？从我们学院能排到体育学院，可他只要你进了身，你要是这都不冲，我可看不起你。我冲，冲啥呀冲？平平安安把谢景之从医院送走，对我就是最好的恩赐了。一周后，谢景之终于出院了。我离开的时候，随口问了医生一句谢景之的状况，医生直摇头。我心里一惊，他才解释，三床那个病人明明人高马大的，说两天夜就好了，他硬说自己很不舒服，死活要住院观察一周。挺帅一小伙子，咋喜欢住医院呢？我看着医生边摇头边离去的背影，心里满是问号。谢景之自己要住院？他咋想的？医院住着又不舒服。等等，他该不会是想整我吧？难道是因为被我姐分手想搞连坐？虽然医院就在学校附近，但是我天天给他送饭也不轻松的。我越想越怀疑，决定以后再也不听谢景之的讲座了。刚下定这个决心没多久，我的小号就收到了谢景之发来的消息，婉月同学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谢景之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和他面面相觑，气氛焦灼。他指了指电脑屏幕率先开口，刚刚收到的教务处的开课安排，下学期你们班需要选我的课。我愣了下，他跟我说这个干啥？该不会真的要连坐吧？他见我神色紧张笑了笑，你别紧张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。我呆呆地点点头。那话没说完，他突然叹了口气，说起来我还真是很想念你姐姐，没有她在感觉生活都索然无味。我瞬间更紧张了。你这么喜欢她呀？谢景之看着我很认真地点头。我很喜欢她。你姐姐有可能考虑跟我复合吗？我什么都可以答应，我手足无措。这个她肯定有她的想法。她观察着我的表情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你姐姐要是因为什么身份关系的差异而分手，她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？我瞳孔地震。她这都知道？但我仍努力维持镇定。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不能干涉她的想法。谢景之没再说什么，合上笔盖。我还想请你帮个忙，把我刚刚的话传达给你姐姐，让我和你姐姐见一面，可以吗？我刚想婉拒，就看到谢景之指着电脑上的开课单，意有所指。你下学期这个课我也……我瞬间就答应了。开玩笑，谁不知道谢景之的课难混啊？他对学术的要求非常高，而且经常闭卷考试。他给我看这个，一定就是想威胁我。我当然没法真的和谢景之见面。所幸的是，我真有个姐姐，求了我表姐五个小时，她才答应替我见谢景之一面。见面的地点是谢景之定的，在一家很别致的法餐店。我偷偷躲在不远处，观察他们的动静。我姐过去后，谢景之笑着抬眼，然后笑容僵在了脸上。不过也就只是一瞬，他们很快握了个手，就开始热情的攀谈。一个半小时，两个人嘴皮子都没卸过，应该是聊得很开心吧。我在旁边看着，不知不觉手里的皮质小帽都揉皱了。等结束，我姐过来拍我后背时，我才恍然回神。她表情很兴奋。你上哪儿网恋到个这么极品的？分啥呀分，我帮你接着谈呗。不过她好像没跟我提什么复合的事情，只是聊了点家常话题，不像是要求复合呀。我愣了一下。你认真的吗？她瞥我一眼。那能有假？说真的，这么帅的我是真喜欢啊。我沉默片刻，虽然我觉得我也挺喜欢他的，但……那你现在去跟他说你换个微信号。他答应的飞快，转身就要去追，刚起身就呆住了。谢老师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循声回头，才发现谢景之正站在我们身后不远处。他逆着光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，语气不急不徐，
婉月同学，还想装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大惊失色。跟表姐道歉后，我被谢景之拎到了饭店的一个包间里。我窝在椅子上，像个鹌鹑。他叫来服务员，随口就爆出了我最喜欢的几道菜。又回头，还想吃什么吗？我连连摇头。他合上菜单。刚刚我其实一直有用余光看你。我嘴巴抿得更紧了。是吗？我怎么只看到他跟我姐相聊甚欢，见我一直不说话，歪头凑近了看我。真的不想跟我谈谈。我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帅脸，讪讪一笑。那个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问出来我就后悔了。如果比今天早，那我之前还演来演去，知道了不是很尴尬吗？如果你不想说也可以。他打断我。我想说，只要是跟你，什么我都想说。他做回忆状。我在医院看到你那些小习惯的时候就有点怀疑了，然后我问我爸要了你的微信号。他不需要再说，我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了。他居然从我去医院的时候就知道了，难怪他后面几天对我莫名亲近。学校里知道我大号联系方式的人的确太多了，他只要稍稍一比较，我就知道根本瞒不了多久。呜呜呜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我拼命跟他鞠躬道歉，急得都快哭了。我一定会保守你的秘密，也绝对不会让你的私密照外泄的。谢景之却稳稳抓着我，不让我再有弯腰的机会。他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，永远不需要跟我道歉。虽然那些照片我的私心是指给你看，但如果你实在想分享也行。还有你说的什么秘密？那天讲座大家都知道我有女朋友了，我并没有因为只是网恋就故意隐瞒。我渐渐从他温柔专注的眼神中抓住了些许令人心安的成分，但仍不放心。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给我挂科？呜呜呜，他无奈佛。谁说我要给你挂科了？我提醒他。那你那天还说什么我下学期会选你的课？他更无奈了。我只是想说下学期我们还会经常见面。我以为我说破了那句话你会考虑挑破身份和我见面，如果你不答应和我见面，我会一直求你。谁知道来的还真是你姐。我呆在那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他继续说，我爸和我说了，医院是你主动去的，照顾我也是你主动提的。我想这就说明你心里有我。那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你的态度转变是从讲座那天开始的，我只能想到那天讲座你也在，你发现了和你谈恋爱的是我，所以和我分手的理由只能是因为我在现实中不让你满意。可你明明很喜欢我发给你的照片，所以并不是因为我的外表。那么只剩下我的身份。我被他条理清晰的分析说得一愣一愣，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最后一句话谢景之像是用尽了力气才问出口，婉月，你不喜欢师生恋是不是？我几乎是瞬间回答，不是。他有些愕然，那是什么？我垂眸不去看他的眼睛。我感觉你不会喜欢，而且谢老师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崇拜你吗？你现在知道那个账号皮下是我这个普通学生还喜欢我吗？他几乎是愣住了，某种渐渐涌上的不可置信。你，我黯然，果然被我说中了。谢景之却脱口而出，你觉得你是个普通学生？一公社社长，绩点年年学院前三，省学科竞赛两年金奖，我爸最得意的学生，你管这叫普通学生？而且你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招人吗？我一开始就喜欢的是脱下皮囊的你，不管你穿上皮囊是什么样，我都会喜欢你。至于师生恋，只要对象是你，我高兴都来不及。我脸有些红，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，好半天才说出来句，你咋还查我绩点？他一下失笑，我没查，是我爸跟我提的，他特别喜欢你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有了点自信，说话都挺直了腰板，但仍结结巴巴。可你的人设一直是清冷禁欲，你肯定不想别人知道你跟我那个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他挑眉，人设？我从没立过人设，只是我的确对一些东西没兴趣。对你却不一样，如果你希望我换个人设，我完全同意。最后的最后，谢景之瘪着嘴让我把他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。我刚把他拉出来就收到了5000的转账。我一愣，你干啥呢？他目光悠悠，这样可以试出来我有没有被你拉黑。刚分手那几天我试了好多次。我一时有些不好意思，想转移话题。那你现在还是什么？没想到他赚得比我还快。你说为你50买草莓你会还给我？他指了指聊天记录那句我亲手发的话。现在可以兑现吗？我羞愤无脸，但你赚多了。他理直气壮，现在我要你还我100倍，亲100个。我虽然他现在如此外向，在学校还是没有换人设，他在外依旧是不可亵玩的高岭之花，原因无他。我觉得他私下那一面我一个人独享就好。室友也常常追问我和谢景之的进展，我一概缄口不言，只是深夜总是收到他发来的露骨照片，看着看着就红了脸。谢景之还调侃我，我就知道你喜欢。
你还骗我说你不喜欢了。我羞愤不已。你什么意思？他赶紧解释。我的意思是，幸好你喜欢，而我恰好有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给你看，讨你喜欢。我脸更红了，看着他新发来的照片，慌里慌张地捂住屏幕，生怕别人看到。他这裤子拉得可真是越来越低了。一直到下学期，如谢景之所言，我们需要选他的一门课。第一节课，他在讲台上自我介绍，满满三页的科研经历，他寥寥带过。说起婚姻状况，却特意补充：我目前未婚，但和女朋友很幸福。他含笑的眼神掠过众人，遥遥指向我。我缩在倒数第二排的角落，埋着脑袋不敢看他。室友又开始拽我衣服：月月，你看呐，谢老师笑得好开心啊。以前都说谢老师很严肃，可他好像特别喜欢咱们班。我小心翼翼看过去，正对上他的目光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一到互动环节，他就开始温柔呼唤：婉月同学。别人都觉得他温柔了很多，我却觉得他像是要索我的命。我这节课站起来的次数比我上学期一整学期都多。哥哥，你低调点行不？求求了。僻静之处，我拉着谢景之双手合十。他挑眉，我以为我已经很低调。我瞪大眼睛，你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说我是你最宠爱的学生吗？他扶了扶金丝眼镜，深以为然。说的没错，你的确是。要死，谁让他这会儿哄人了。我扯着他领子，说好我毕业之前保密的，结果由于我故作凶狠，用力过猛，他系得严严实实的扣子崩了两颗。他笑盈盈看着我：乖乖，这是干什么？又俯身故意贴着我耳朵暧昧低语：等晚上给你看个够。我谢景之说他努力低调，可每每上课总爱跟我互动，并且一进教室就热衷于在众人中搜寻我的位置，大家看得出他对我格外优渥。因此期中考试前，同班同学纷纷私信我：求求你了，婉月，你能不能跟谢老师说别闭卷啊？这才期中呢，闭卷考试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我思索片刻，转头就撞进了谢景之怀里。他弯腰看着我轻笑：你也想闭卷吗？我兴奋点头，想。他朝我指指自己的嘴巴，亲我一口。我踮脚凑上去，他却不知厌足，在我双唇即将离开的时候，伸手揽住我的腰再亲一口。我瞪眼：你。来不及发出更多声音，他已然轻巧地撬开我的牙齿，随着这个吻的加深，慢慢将我放倒在沙发上。我脚尖勾住了他大腿，他就顺势压下来，更为肆意地掠夺我的气息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被亲的双腿都发软，难耐地推着他胸膛，他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我。拿起一旁的手机发通知：期中考试开卷形式。我在后面默默瞪眼，谁能想到传闻禁欲的谢景之根本一点都不禁欲。一年后我毕业，和谢景之约会终于不再避着人。我们在逛街时手拉着手，谢景之突然感叹：我好幸福。他低头看着我们十指紧扣的双手，这是不是叫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？我想了想，还没老呢，老了再说。晚上路过一家面包店，听到里面的广播音：中秋来临，买点月饼，和最重要的人一起赏最浪漫的月。谢景之停下脚步，仰头看了看天空，那里一轮明月高悬，他看得出神。婉月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觉得月亮特别纯净美好，遍地都是月光，可月亮只有一个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还没看清，忽然感觉脸颊被人啄了一下。他俯身在我耳边低语：婉月，你就是我的月亮。月光下，十指紧扣的手更加用力地握住了彼此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